我哋今日信息咧就係大衛渴慕一生一世咧住喺聖殿裏面啊，佢好想。咁我都希望大家都好想喎，大家都好想喺神嘅殿，喺神嘅家裏面，能夠咧喺神嘅家裏面服侍啦，互相祝福啦，去關心神嘅家啦，做咩嘢都係即係神所喜悅嘅。咁咧，我哋就一齊讀詩篇27篇一部分嚇。耶和華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還怕誰呢？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或亦作力量，我還懼誰呢？那作我的就是我的仇敵，前來吃我肉的時候，就半鐵撲倒。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，我必仍舊安穩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他的榮美，在他的殿裏求問。因為我遭遇患難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現在我得以昂首，高過四面的仇敵，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，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。耶和華啊，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，求你垂聽，並求你憐恤我，應允我。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，那時我心向你說，耶和華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尋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發怒趕逐仆人。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丟掉我，也不要離棄我。我父母離棄我，耶和華必收留我。好，一陣我哋就會逐節逐節去睇嘅。第一節我哋呢度咧，佢呢個翻譯咧保障，然後咧呢度咧就寫咗或亦力量。呢兩個咧其實好唔同嘅，其實佢嘅原意咧係力量嘅。力量同埋保障有咩唔同呢？保障係保衛嘅 ，defend； 力量咧係可以攻擊嘅。咁呢度咧，其實咧即係應該翻譯做力量，所以咧讀嘅時候咧就唔讀保障，而係讀力量係我哋嘅力量。我有神嘅力量，即係好似呢度得勝大衛打贏哥利亞係力量係打勝，唔係就係保障，唔係就係保護佢，係攻擊嘅。我一齊讀嚇，耶和華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還怕誰呢？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，的力量，我還懼誰呢？ OK， 呢個經文咧係俾我哋睇到咧神係點樣嘅，即係大衛咧形容神啊。因為大衛咧其實係一個同神好親密關係嘅一個人，喺舊約到新約啊，有特別聖經有形容同神好特別關係嘅，有摩西啦，有大衛啦，有以西結啦，但以理咧都係佢經歷到神嗰種嘅領域嘅。咁另外咧新約就有保羅同埋彼得啦，即係保羅形容佢同神嘅關係，講到去到三重天啦。咁都係咧神即係嗰種同在咧係非常好嘅。咁舊約亦都有另一個咧就係以諾啊，與神同行300年，即係同神一齊。咁大衛咧就同神有好密切關係，咁佢咧就會體會到神就係我嘅亮光啊！即係佢睇到嗱亮光嘅相反係乜嘢啊？我哋查好多字咧，就可以睇個相反嘅，就係黑暗。好多人喺黑暗裏面，因為冇盼望、唔開心。就算有啲基督徒佢唔攞到神嘅恩典咧，都會覺得黑暗嘅喎。有好多人喺黑暗裏面，但係咧佢話神係我嘅亮光，係照亮我嘅，俾我睇到我有目的，我生存係有意義，我係歡喜生存嘅。有啲人真係唔歡喜生存，佢會想快啲離開世界，快啲耶穌翻嚟，快啲接咗佢，等佢唔使在世界上。但係咧，當你睇到神係亮光，我嘅生命係光明嘅，我今生咧係有福嘅。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諗到自己生命嘅時候，你係好歡喜啊，定係話，唉，都係好多困難，都係好難搞嘅，都係冇活過。可能有啲人話冇活過，冇出世又唔知去天堂去地獄都冇啊，啲人都冇得去啦咁。有啲人話我寧願咁樣嘅喎，但係我就話我哋真係有神嘅生命有。天堂有神，有今世有特別嘅盼望，係咪更加好啊？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係有光明嘅喺神裏面有亮光。神係我嘅神本身係我嘅亮，係亮光，亦都係我本人嘅亮光，又係我嘅拯救。佢救我，我就唔使驚人啦。嗱，詩篇27篇其中講到佢渴慕神啦，但亦都講到佢同人之間咧一啲攻擊佢嘅人之間嘅問題啊。有啲人咧攻擊佢，咁佢令到
其中一個咧就係掃羅啦，追殺佢真係咧去殺佢嘅，用支矛槍想將佢刺穿啊，同埋咧追殺佢一路追殺佢，但係咧大衛係有神咧係唔懼怕，但係大衛有冇驚咧？其實都一定有佢懼怕嘅時候，佢喺詩篇裏面都有形容到佢自己有啲低誒，即係佢個感情上個情緒上有啲低落困難嘅時候嘅，但係咧佢會堅持靠住耶穌係企穩嘅。咁跟住咧就話佢係我聖靈嘅力量，佢俾我力量，我能夠企得穩，並且我可以靠住神咧做到更大嘅事。我還懼誰咧？咁我哋睇到大衛點樣啊？大衛不怕掃羅啊！有神嘅屬性，有啲咩屬性一齊讀啊？神充滿真光和生命，神能賜亮光和能拯救人，神勝過所有人。就係話咧，神有真光喎。香港有間真光中學，係咪？咁咧呢個其實都係聖經會攞出嚟嘅，就係、神咧係有充滿真，從真係咧天上嘅光，係生命嘅光，佢充滿呢種光同埋生命，係可以祝福每一個人。每一個人都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活在一種喜樂、平安、有盼望嘅，而唔係灰暗、冇希望、死啦做人好慘啊！係一定可以靠住耶穌得勝嘅。同埋咧，佢係亮光，佢係亮光，佢亦都將能夠亮光賜俾人喎。同埋能夠賜拯救我哋喎，即係佢能夠將呢個亮光俾我哋，讓我哋生命係有盼望。其實我自己做牧師嘅時候，曾經喺早期嘅時候，因為被人批評，因為有時有啲人咧唔知點解佢係專注批評嘅。其實而家我哋都面對緊有人係咁樣樣嘅，即係點解佢要咁樣做咧？其實聖經話明，即係你論斷人就點樣被論斷，何必咁樣做咧？但係的而且確有啲人係咁樣做法。咁有時都會令到我哋覺得好困難啦，但我就堅持神喺我生命有奇妙計劃，神喺我哋每一個都有奇妙計劃，神喺復興宣教事工有奇妙計劃，神要使用我哋每一個，你相唔相信啊？我一齊宣告，神要大大使用我哋，神喺末後日子興起更多基督嘅精兵，神要喺末後嘅日子興起更多嘅精兵，所以咧我哋就唔怕人啦，即係就算有人控訴，但好多人就哎呀佢又話我啦，佢又鬧我啦，佢又指責我，其實唔緊要嘅。魔鬼就係晝夜控訴弟兄嘅，但係我哋基督徒咧唔使驚嘅，我哋唔需要俾佢控訴，因為誰能控訴神、控告神所揀選嘅？因為咧耶穌已經為我哋死，並且從死裏復活，而家坐喺天上咧為我哋祈求嘅，所以我哋唔需要怕嘅。咁我哋睇到神係我亮光喎，佢俾我一個義袍，喺神眼中咧，我哋好似耶穌咁光明，我哋又有力量，耶和華係我嘅力量，我能夠得勝嘅。咁咧呢度咧就一個圖片啊，就係睇到咧掃羅咧襲到大衛，多次想殺大衛。其實大衛係可以好驚，但係佢堅定相信。但係當有一次有兩次大衛可以殺掃羅，其中一次咧就係掃羅瞓咗覺喎，掃羅瞓咗覺。咁咧佢就同埋亞比西咧一齊咧偷偷地去到嗰度，見到佢瞓咗覺，其實亞比西就想一支矛槍打落佢，即刻就會死。但係咧，大衛話唔好啊，因為大衛唔想殺神嘅受膏者啊，佢就話唔好，咁咧淨係攞咗佢嘅矛槍同埋佢嘅水瓶，又攞走，又就跟住喺遠處呼叫，就話俾佢聽：你睇下你身上嘅嘢，我喺我度，其實我有機會殺你，但我冇殺你。即係話佢唔單止唔驚掃羅，佢係會祝福翻佢。嗱兩次咧，掃羅都好感動，佢又好感動認錯，但係後來都一樣。繼續犯罪，咁呢個其實就係好可惜啊！即係掃羅佢會以為佢佔上風啊，其實攻擊人嘅人佢以為佔上風喎。大家有冇有時覺得啊？嗰啲鬧你嘅人好似佔上風喎，但係其實佢哋係下風，因為點解咧？神歡喜佢，其實佢裡面係好唔開心嘅。所以我哋自己心裡面相信，你唔好話俾佢聽。以善勝惡嘅人係佔上風，一齊講啊！以善勝惡嘅人係佔上風嘅。攻擊人嘅人係佔下風嘅，攻擊人嘅人係佔下風。因為神係唔想我哋攻擊人，亦都唔需要怕攻擊我哋嘅人。好啦，第二節一齊讀啊。那作惡的，就是我的仇敵，前來吃我肉的時候，就半跌仆倒。雖有軍兵安然攻擊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，我必仍舊穩定。嗱，呢度講到咧就係話，有啲仇敵攻擊我嘅時候咧，佢哋就跌倒咯喎。即係神可以令佢跌倒嘅，神可以彰顯惡人嘅計謀。雖然有軍兵喎，成扎軍隊圍住，因為點解有軍兵咧？因為掃羅帶住軍兵去追殺佢噶嘛。有軍兵安然攻擊我，我心都唔驚喎。唔單止係唔怕喎，我心啊
唔會驚出嚟啊，喺裏面唔會驚出嚟，因為我知道神會幫助我。但係我哋都會驚嘅喎，喺裏面會閃出一啲懼怕。哇，咁多兵嚟，係咪會驚啊？有警察嚟捉啊，係咪會驚啊？如果有一日我哋傳福音俾人嚟捉，我哋會驚啊。但係即刻就話神一定保守我，神一定祝福我。就算我真係俾人捉咗，我都唔怕。就算真係要被逼迫、要殺害，都唔怕。靠耶穌，神可以保守我，亦都神可以救我，亦都可以咧。就算我冇被即係冇被救出嚟，真係俾人捉咗去，神依然可以透過我彰顯佢嘅榮耀嘅。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，我都仍夠穩定嘅。即係大衛佢本人經歷過神點樣保護佢喎，就係有人攻擊佢嘅時候，佢會知道神保守佢嗱。呢度神嘅屬性一齊讀啊！神勝過所有人，神能祝福和保守愛他的人。神不會讓惡人破壞義人的道路。嗱，呢啲希望我哋堅信就係話神係得勝嘅，佢勝過一切嘅人，同埋勝過魔鬼，佢係完全得勝，冇一樣嘢，冇一個人可以勝過佢嘅。而且佢嘅勝咧就係祝福嘅。第一，佢係得勝啦，有能力啦。第二咧，佢係祝福嘅心態，佢祝福同埋保守凡係愛佢嘅人。咁咧，神就唔會讓惡人破壞義人嘅道路。呢樣嘢好重要，因為好多人就驚啊死啦！嗰啲惡人咁樣樣，佢會破壞嘅喎，佢會攻擊喎，污蔑喎。但其實當我哋知道神喺我哋生命有奇妙計劃，我哋行喺神嘅路，佢一定會保守嘅。咁咧就佢唔會俾嗰啲惡人破壞到義人嘅道路。我嘅路一定會向前行，神一定會保守。雖然有困難，但神一定會保守嘅。有軍兵安營啊！呢一個圖大家讀一讀個英文嚇。If God is for me, for us, who can be against us?就是如果神幫我，有邊個可以敵擋我？就算咁大隻腳，咁大，即係魔鬼咧，佢嘅能力同人比較係大過人嘅喎。佢係即係佢係嗰即係嗰種邪靈嘅力量係大過我哋。但係如果有神嘅話咧，我哋可以勝過魔鬼嘅。我哋好似啊，真係穿上全副軍裝可以得勝嘅。咁所以就算真係俾人攻擊，大家有冇試過俾人攻擊啊？俾人話，俾人笑，我自己經歷過唔少次數，真係。好多次數，呢啲都係神俾我嘅操練。有時莫名其妙嘅，曾經即係亦都咧，曾經一段時間真係個心裏面好煩擾。嗰陣時我未識得點樣處理，咁我就不斷呼叫耶穌，耶穌求你開恩可憐，求你祝福，一路讚美神。而有時咧，我就會一路唱詩歌，我發覺咧唱詩歌嘅力量仲大，仲大過呼求嘅。我就喺度唱耶和華是我的力量。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令我在可安歇睡眠。當我唱，我真係覺得好平安。我有好多篇詩篇咧，我都用呢個音嚟到唱嘅。咁咧就即係我哋原來咧有喺神裏面咧，我哋可以有力量嘅。喺呢度咧就係舊約以利沙嘅情況啦，就係咧亞蘭人咧亞蘭嘅軍隊啊，呢度呢啲就係亞蘭嗰啲帳幕啊，嚟到圍攻捉應該捉一個人就係以利沙，因為以利沙佢收到神嘅啟示，佢會知道亞蘭王幾時去打仗，佢會知道，所以亞蘭王咧就派啲軍隊嚟去圍住以利沙一個人同埋佢啲仆人，咁佢仆人咧見到就好驚喎，死啦咁多人！然後咧，以利沙就開佢眼睛，就睇到佢話喺我哋周圍嘅火車火馬，佢就見到好多天使、天軍天使。佢哋有火嘅車，唔係我哋而家嗰啲東鐵西鐵嗰啲啊，而係咧有火嘅車、有火嘅馬圍住曬佢哋，係數目比呢啲兵丁更加多嘅。然後佢就將佢一路帶，令到佢哋嘅眼睛昏迷啊，睇唔到嘢。一路帶佢行到去撒瑪利亞城嘅中間，然後咧，因為撒瑪利亞城佢哋所有嘅軍隊喺曬度，所以圍困住呢班人，令到佢哋咧就即刻知道係要啊，即係輸嘅。咁咧，但係咧，神就同啊，即係以利沙就同佢講：你唔好要殺佢哋，你俾嘢佢食，又叫佢翻轉頭，令到亞蘭嘅王同埋佢哋嘅軍隊咧，即係佢哋就唔再攻擊啊，即係個心裏面咧就啊更加尊重佢哋。好啦，跟住第四節一齊讀嚇。有一件事我尋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他的榮美，在他的殿裏求問。
但其實大衛他有王宮喎，他可以住在王宮，他很想為耶和華起聖殿，但是神不俾他起，神要他的仔起，因為他曾經殺人，他又曾經因為他曾經做過士兵，所以他曾經殺人，神就不想他起呢個聖殿，神就想他的仔起咗聖殿。但是咧，大衛是預備很多的材料，因為我哋會睇嘅，嗰啲材料真的多到不得了嘅。咁咧嚟到起呢個聖殿，而大衛一生一世，他一件事求問耶和華，神啊，求你俾我啦，佢仍要尋求。即係仍要尋求，即係未得到，因為佢嗰時未有呢個聖殿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佢的榮美，同埋喺佢殿裏求問，就是一生一世在神的殿裏面。咁咧兩樣嘢都要講到做啦，就是瞻仰佢的榮美啊！即係原來神的榮耀是可以看得到的，其實我哋可以經歷到神的榮耀。當你愛神，你感覺到平安輕鬆，就是神的靈同我一起，神的平安同我一起。嗱，我請大家開眼，開眼聽到。很容易黑眼就會瞓咗覺啊！好容易，即係呢個係對神的尊重，亦都能夠學到啊，學到記到啊。其實很多經文我就係聽到一次我就記得，就是我專心學啊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開眼同埋專心去學。咁咧就佢第一佢可以睇到神的榮美，咁一間我都會講嘅，佢睇到啲乜嘢榮美咧，同埋喺神的殿中去求問神，求問神的帶領。咁神有啲咩屬性咧？每個經文我哋都揾神嘅屬性一齊讀啊！神值得我們渴慕，神能叫住在聖殿的人極滿足，神讓人看到他的榮美和求問他，就係神本身咧係好榮耀、好美麗，佢值得我哋渴慕。嗱，有好多人咧，佢哋渴慕乜嘢咧？明星啦，譬如嗰陣時 Beatles 啊，或者有啲咩明星啊，或者而家啲足球明星都有喎。那些足球明星出現，哇！那些人蜂擁啊，蜂擁去找他們的。但這些人其實都要過去，如果他認識這些人，會發覺其實他的生命有時很敗壞的。但是神是很值得我們渴慕，他是整神每一方面，無論任何一方面都是值得我們渴慕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心裡面極度渴想神。那神是值得渴慕，然後他能夠叫那些住在聖殿的人很滿足，就是說他是很美善，由他令到那些人親近他都能夠得到滿足的，同埋咧佢讓人能夠睇到他的榮耀同埋求問他，可以經歷到他的，我哋可以經歷到神的榮耀，亦都係求問神的。大衛咧好多時咧就會奏音樂嘅，喺聖經裏面記載，他係好中意用音樂嚟到親近神，呢個神所賜俾人一個禮物啊！音樂咧係幫人哋能夠放鬆，係咪？即係先我哋開始嗰時唱嗰兩首詩歌嗰時咧，你都會覺得放鬆啊、舒服啊。他就在音樂的時候，他就去親近神，他也都帶領這個約櫃的時候，他就一路跳舞開心。而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那裡更加看到神的榮美，但今天我們一樣可以看到神的榮美的。他就將兩個比較，什麼呢？住在神的殿中和經歷神，另一個就是財富、權力、享受自我。大衛可以追求我這麼多錢，我就起一些超級的王宮，再更加大的王宮，或者更做更多的事，但是大衛選擇是我為聖殿來到建造，還有呢就看重神的殿，所以他將神的殿是看為最重要，還有經歷神，看到神的榮耀。那我都希望大家呢，就是我們有這個神真的好到不得了。我還記得我初信主的時候，哇，真的有神，因為我以前我未知道有神的時候，我就會覺得人生幾十歲跟住就死了，那做人為什麼呢？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做什麼人都不要緊，只要開心就可以了。但當我知道有神，我就很不同了，因為有神有榮幸，而且神是有這麼有能力，有這麼有愛的，那我就覺得很好，我就天天都起身，哇，神真的很真。而我現在經歷到聖靈，我就說神這麼真，我可以經歷到祂，也都可以為人禱告，人可以經歷神，我就感謝神，我就在心裡面是非常渴慕。在我來說，神也是最重的，我希望大家都是神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神的榮美有什麼榮美呢？我們一路這樣讀過來，平安、喜樂、可見的榮耀、聖潔、更新生命、神話語的智慧、醫治能力。神的榮美其實很多，有更多的，不過我這裡我寫一些出來，就是第一有平安、喜樂，這個都是神的榮耀，就是整個人會平安、輕鬆、喜樂，有神的愛、有神的喜樂在裡面，同埋神可見嘅榮耀，有一日上到天堂會見到啦。但亦都有啲人祈禱又會見到耶穌啊，見到天使啊，見到神嘅榮光啊。同埋神嘅聖潔都係充滿佢嘅榮耀喎。當人活喺聖潔咧，個心真係鬆好多喎。
個心咧輕鬆、平安、有力量多好多嘅。同埋更新嘅生命，即係我哋嘅生命更新咧，都係神嘅榮光嚟喎。我哋裡面會有一種愛神嘅心啊，被神改變啊，同埋神話語裡面都要好有智慧嘅，呢啲都係神嘅榮耀啊。同埋醫治嘅能力，同埋神嘅各方面嘅能力，都係神嘅榮耀。呢一啲嘅榮美喺普通嘅情況可以見到，喺集體基督徒一齊就喺神嘅家係更加可以見到嘅。當我哋一齊嘅時候祈禱，見到能力，見到神嘅醫治同埋釋放，你都見到神嘅話語釋放，睇到人嘅改變。祈禱嗰時咧，神嘅同在更加強烈嘅。咁所以我哋都渴慕住喺神嘅榮美裏面，希望我哋都渴慕啊，思想神嘅殿，因為神嘅殿有啲乜嘢，我一齊再讀啦。集體敬拜神，親近神，靈命被建立。有弟兄姊妹的支持，更多機會侍奉神，就在神的殿我們可以集體敬拜祂、親近祂、經歷祂，還有靈命被改變。有弟兄姊妹支持我們，即是一起有弟兄姊妹，是我們都追求一個單純愛主的教會，就是每一個人都不是有一些什麼不良動機，而是一個單純想祝福人的心態。我是想興起更多人，是完全不是為了榮耀，不是為了要厲害過人，不是為了競爭，而是就是單純想祝福人的心態呢，去被神去建立，有這樣的弟兄姊妹是有福的。因為世界上你有時找很久都找不到一個真的會單純對你好的人的，還有更多機會侍奉神在教會裡面。這個就是一個教會怎樣建立，一起建立，一起大家同心合意。接著第五節了，因為我遭遇患難，一起讀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裡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嗱，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啲特別重要、特別嘅字咧，我哋都留意啊。嗱，呢度有咩字咧？暗暗地，即係你有時你睇唔到喎，睇唔到神保守，但係你暗暗地你睇到神嘅手喺度保守我哋，咁我哋就記實啦。即係神總會做工，神總會保守嘅。咁呢個亭子裏係咩意思咧？呢、這個亭子可以指會幕啦，神嘅。其實這個是一個 general 的字眼，它中文就譯了個亭，不過你就不要想著中國亭，它不是講中國亭，它是指到譬如會幕或者神的帳幕。還有這裡又很特別，藏在它帳幕的隱密處。如果你有些貴重的東西，是不是會收在些隱密處？不過有時收埋都不記得在哪裡，後來找不到在哪裡，找了整間屋都找不到。就但是神都找回我們的，神就將我們收在帳幕的隱密處，即是說祂會保護我們。但是用這個說話都是一個 很特別的說話，即是神真的會特別看顧我們，圍著我們，將我們放在一個隱密的地方，並且又將我們高舉，即是將我們的身份高舉，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成為偉大的人。其實我們想回過去的日子，你所有經歷過的東西、吃過的東西、享受過的東西、玩過的東西，是不是都過去啊？但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訴你，你在我生命中做很多好好的事，你對我很大的祝福，或者神跟我們說你真的是我所喜悅的兒女，是不是這些更加永恆？所以我希望大家呢，就是說我很想被神高舉，就是呢我的生命是人會看到祝福，神會看到祝福的，神會看到我們怎樣祝福人的時候呢，神就將我們高舉。我希望大家盼望這件事，就不是說即係唔好似淨係我淨係想我自己得意志，而係想我自己行喺神嘅路越行越高，但又唔係好似高舉要高過人。總之我就被神高舉，更加去祝福人，又唔需要比較。嗱，我一齊讀一讀神嘅屬性啊！在神的隱密處有豐盛恩典，神喜歡將人藏在他的隱密處，神想高舉義人。喺神嘅隱密處有豐盛嘅恩典啊！即係神咧保護我哋。我哋有神嘅同在，當你成日親近神，你覺得有樣嘢圍住你喎。多謝耶穌。我自己嚟講，我一路講到我都覺得有樣圍住我嘅。這次我祈禱為一個姊妹祈禱，我都話：我問佢你有冇覺得啲咩嘢？我未按手嘅時候，佢都覺得有樣嘢喺佢前面嘅，即係神嘅同在係可以經歷到嘅。就係我哋喺神嘅保護之下，喺神嘅帳幕，喺神嘅隱密處嗰度。咁咧，而喺佢嘅隱密處咧，係有豐盛恩典，好多禮物俾我哋嘅。咁神又中意將人放喺嗰度嘅，佢唔係收埋你冇用，而係咧佢會保護你，即係每一個神都會睇重嘅，神係會珍惜人嘅。
然後咧，佢係想高舉我哋喎，咁所以呢節經文都係好特別。即係有時我哋留心睇嘅時候，原來神咧佢有隱密處將我收埋，睇住我，保守我。咁有啲人唔係啦，我而家成日俾人蝦喎，我啲同事蝦我，啲家人蝦我喎。但係呢個蝦嘅過程，我哋倚靠神嘅時候，佢哋蝦唔到嘅可以，我哋可以唔受佢蝦，咁咧就唔受佢影響，而係咧靠住耶穌。雖然佢一路話我，但我唔受影響，我一路有力量嘅，我可以得勝有餘嘅。咁我祈禱神都幫我哋每一個唔蝦人哋蝦唔到嘅，我哋咧反而係哈哈笑，有神嘅力量。亦都跟住第六節又講到昂首啦，一齊讀啊！現在我得以昂首，高過四面的仇敵，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，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。呢度咧佢話我可以昂首啦，高過四面嘅仇敵，所有嘅仇敵都啊，即係神都會勝過嘅。而且咧喺佢嘅帳幕，神保護嘅地方咧，歡然獻祭，我好開心，做一個開心嘅人去敬拜神，去獻祭俾神。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。咁咧，即係佢呢度講到咧，就係話喺呢個困難之中，前面講到仇敵嘅攻擊，呢度咧講到我昂首勝過一切嘅仇敵，並且開心嘅歡然獻祭嘅。大衛本身有冇經歷過被高舉啊？有喎，因為佢係佢咁多弟兄中嗰個最細嗰個。初頭撒母耳去，佢個爸爸都唔諗起佢啊，淨係叫曬啲大哥嚟，個個即係嗰個細個後生仔嗰個唔使叫嘅喎。點解知咧？掃羅啊，咪撒母耳高門啊，即係唔係高門？佢見聞曬咁多個，佢話仲有你係咪仲有？佢話仲有一個細嘅大衛。然後大衛咧就係神所高立嘅，即係當時嚟講係一個即係個後生仔啊，可能十幾歲一個後生仔，但係神咧就揀選佢啦。然後咧，佢居然咧，佢嗰陣時仲係後生，就出去打贏哥利亞。哥利亞幾大嘅能力，但係咧，神俾佢嘅智慧同埋準繩啊，一石一打就打咗佢個額頭嘅中間，一打歪就冇用噶咯。但係一打正個額頭中間，石頭穿過去，跟住咧就跌喺地下死咗。咁咧呢個就係佢靠住神咧得勝。佢都喺跳舞啊，一度歡然敬拜神啦。佢亦都係時時咧去奏音樂去親近神。这个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即係神嗰種嘅德性喺到佢身上啦。我哋睇下神嗰個屬性啊，神勝過一切仇敵，神能叫親近他的人得勝和喜樂，神能感動人去親近他，就係、是、神佢本身就係德性嘅，佢係掌管呢個世界，呢、这個世界冇人能夠走甩佢手指啦。不過好多人以為佢可以走甩嘅，點解會以為走甩咧？佢會傷害人哋，甚至係基督徒佢會講閒話啦，佢會犯罪啦。他會得罪人，甚至有些會偷取神的錢，為什麼會有人做這些？他覺得慢慢來，第二天才，第二天才見神，我些少錯不要緊的，但是在我被聖靈更新之後，我真的知道沒得走雞的。神是監察我們人心的，每一個人的人心，我們裡面有些什麼，神全部看到了，看到了一切，按照我們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受報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神是一定看到我們每一個，神勝過一切的仇敵，而親近祂又怎樣呢？又得勝又喜樂，昂首高過四圍的仇敵，又開心，即是神是一定知道誰是得勝的，祂會賜給祂能力。還有呢，神能夠感動人去親近祂，親近祂的人就會得勝和喜樂。所以如果大家當中你是有困難的，我希望大家相信神一定幫助我們得勝，你就在一切的環境都親近神，神一定幫我。 我自己都是常常去宣告的，沒人能夠害到我們的，沒人能夠拿到、神在我們生命中的奇妙計劃，人不能夠傷害的，我就一路宣告一路相信是始終可以處理到的。其實我最近都是處理一件幾棘手的事的，但是神叫我們得勝，一步一步呢，即是將不好的東西顯露出來，讓我們知道真的呢，即係唔好嘅人，佢一定係顯露出嚟嘅。即係佢做嘅唔好嘅嘢係唔可以隱藏到嘅。而當我哋行神嘅路，係始終係會顯露出嚟。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深信，我行曬神嘅路，我以善勝惡。佢鬧我，我一路祝福佢；佢一路鬧我，我一路祝福佢。我亦都為呢個人祈禱，一路為佢祈禱，一路為佢祝福，一路咧係求神喺佢身上做更好嘅嘢。第七節一齊讀啊！耶和華，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，求你垂聽，並求你憐恤我，應允我。你說：你們當尋求我的面，那時我的心向你說：耶和華，你的面我正要尋求。
咁呢度講到耶和華，我用聲音呼籲你嘅時候，求你垂聽，求你憐憫我，應允我。呢度咧，佢知道神會聽嘅。佢話：神啊，求你垂聽啦，你憐憫我，應允我。然後呢度咧，佢就話：神話，你話，你們當尋求我的面。啊，尋求神嘅面係咩意思咧？尋求神嘅面同祈求係唔同嘅，即係淨係祈求啊，祈求為到我哋需要啦。尋求神嘅面就係尋求神嘅同在啊。喺舊約亞倫嘅祝福有講到，神啊用你嘅面光照我哋，即係話神嘅榮光啊，神嘅同在。神話你哋要尋求我面，神話咩咧？我哋尋求神嘅同在，唔好淨係祈求一啲得到啲嘢，唔好淨係祈求醫治祝福，而係咧我要尋求神嘅面。咁咧我就話耶和華，你嘅面我正要尋求，即係呢度咧就講到神嘅同在嘅美好。神咧我就係要尋求你嘅面。好啦，一齊啊呢度就講到大衛咧尋求神嘅面啦，佢嘅回應。我哋一齊讀下神嘅屬性啊，神憐恤和應允人的，神喜歡他的面，神是不難尋求的。神咧係憐恤同埋應允人嘅，即係人當人尋求嘅時候。大衛呢度講到我尋求你嘅時候咧，求你垂聽。神係憐恤人，會應允人嘅。神係中意人尋求佢嘅面喎，佢係中意人同佢一齊嘅。神係唔難尋求嘅，係容易嘅，我哋容易揾到佢嘅。嗱，我放呢啲特性喺度咧，呢啲神嘅屬性咧，係幫我哋更加明白神啊。當你祈禱嗰時候，你話神好想我尋求佢噶，好想我親近佢噶，好想我尋求佢嘅同在。佢又容易尋求我，只要我真心，只要真心就得噶啦。只要你嘅心啊，我羨慕你，我渴想你，我想有你嘅同在，神就應允嘅。用心靈誠實，即係個意思係咩咧？唔係淨係求，而係個成個心中意神、感激神咧，神係容易尋找到嘅。嗱，呢度兩幅圖，一幅咧就係耶穌向彼得佢喺漁船嗰度見到佢嘅時候，向佢顯現，唔係嗰陣時唔係顯現啦，即係地上咧喺佢面前即係出現啦。咁咧，然後咧，彼得就被佢感動改變啦。咁咧，然後呢個其他就係話彼得，即係佢呢個情況，我唔知係咩情況。總之咧，就係話耶穌會向尋求佢嘅人顯現，就係尋求佢嘅人咧，神會向佢顯現嘅。我哋可以隨時都可以尋求到神嘅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話神啊，你係可以求到嘅，我可以尋求你嘅面，我可以親近你嘅。第九節啦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發怒趕逐仆人。你向來是幫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！不要丟棄丟掉我，也不要離棄我。你話神啊，唔好向我掩面，即係唔好離開我啦，唔好發怒趕逐你嘅仆人。你向來係幫助我嗱，我哋睇到向來咩意思呢？一向以往佢經歷過係咪啊？佢經歷過神幫助我，佢記實神係唔會趕走我哋嘅。你向來是幫我的，神是一向都是幫助人的，那我們就記得，我經常都記得神以往做的事，神做什麼每一件事我都記住，我就會多謝神，我就會拔住神，然後呢救我神，不要丟低我，不要離棄我，不要不要我。那大衛呢，他有經歷什麼呢？神向來幫助他，就是他相信堅持一件事。我們一起讀一讀神的屬性，神向來幫助人，因神的公义，他向恶人发怒，神不离弃义人。第一咧就系神咧向来素来都帮人嘅，即系素来我有咩困难，神都素来帮我哋嘅。因为神嘅公义咧，嗱呢度讲到发怒有发怒嘅，神会发怒嘅。当人犯罪唔悔改，神系会向佢发怒嘅，神系会追讨佢嘅罪嘅，系走唔甩嘅。但系神唔会离弃义人，当人悔改，神系唔会离弃嘅。嗱，呢度幾幅圖咧都係好好嘅。呢個細路女瞓覺嘅時候，耶穌同佢一齊。耶穌其實成日都愛我哋，成日都陪伴我哋，一路帶住佢，一路成長，一路大嗰陣時，一路指引佢。即係由細個到大個，神都會帶住我哋，帶領我哋嘅路。最後一節啦，第十節，我父母離棄我，耶和華必收留我。咁呢度佢講到假設啦，如果真係最親密嘅人父母離棄我，但耶和華會收留我。咩神有咩屬性咧？一齊讀啊！神永不離棄人，神知道誰被人離棄，神收留和祝福被離棄者。就係神會離棄人，總之凡係揾神嘅，神會離棄。
就算嗰啲未信耶穌，神都會感動佢，叫佢揾神去感動佢。神一路會去尋找佢哋。神知道邊個俾人離棄喎？譬如我哋當中都有好多人俾人傷害過，係咪？俾人傷害，俾人哋令到我哋覺得好冇用。但係神都尋找你，以至今日你喺呢度能夠認識神，能夠經歷到神嘅作為，就係神去揾你啦。我哋中間都有啲人話啊，睇到啲影片跟住嚟揾我啦，或者得到啲幫助，跟住咧就好想繼續得到幫助。即係神唔會抌低人嘅，同埋咧神會收留同埋祝福被離棄嘅人喎。啲人抌低嘅，神係會看顧嘅。咁所以我哋就記實啦，神會抌低我，就算啲人唔要我，就算有一日你最親嘅人離開你，神都會愛我，神都會收留我，神都會保守我。但係人往往咧就睇重人嘅收留多啲喎。家人離棄好像覺得很慘很慘，有些情況真的這件事發生，譬如有時有些家庭有家變，我們盡量去預防，我們盡量去保守我們家庭在神的愛裡面互相關心，但真的有一天有這些事發生，我們都說神啊，你幫助我，我就算家人離棄我，我都不怕。我們一起讀下，大衛被追殺時經歷被神收留，就是神收留他。嗱，呢度咧就講到被離棄嘅兒童啦，被離棄嘅兒童，但係咧神去尋找啊！嗱，呢幅圖記唔記得係邊個啊？呢個 Heidi Baker， 嗱，佢就係走去非洲咧，好多嗰啲孤兒啊，好多咧就艾滋病嘅父母死咗咧，同埋亦都貧窮咧，好多嘅孤兒，佢就喺街嗰度走出去執孤兒，佢就每日咧，即係佢唔係日日嘅，即係每總之攞一段時間，佢就會出去帶啲孤兒翻嚟，佢真係好似個媽咪咁樣樣嘅同佢哋嘅，即係。佢有講到佢曾經我睇過一幅影片咧，嗰啲新嚟嗰啲入去佢間屋嗰度，真係住喺嗰啲普通屋咁樣嘅，唔好似個營地咁樣嘅，住喺間屋裏面咧，當然唔即係唔係每一個咧，佢某個情況，總之咧佢收留佢進入佢嘅好似間屋企咁樣喺度住嘅，即係神就係收留啲人，神亦都賜俾人有呢個收留人嘅心，係真係好特別嘅一個人啊，就係被聖靈更新嗱。大衛就咁渴慕神，佢有冇行動呢？嗱，呢個經文就講到行動啦。歷代志上22:14一齊讀啊！我在困難之中為耶和華的殿預備了金子100,000他連德，銀子100,000他連德，銅和鐵多得無法可稱。我也預備了木頭、石頭，你還可以增添。呢個佢同所羅門所講嘅。咁咧，一他連德係幾多咧？係36公斤。100,000他連德是多少？360,000公斤。咁咧就一個 gram 啊，一個 gram， 即係千分之一嘅公斤係幾多錢咧？317港元。即係呢個我就上網揾嘅，而家個市價幾多咧？咁咧乘1,000咪即係一公斤幾多咯？然後再乘360,000，係等於11,412,000。但係好多人就話，我都多到唔識數，咁我幫下大家數點樣數法咧？加埋呢個銀啊，銀嘅價值係低好多嘅，咁但係都有49億，咁加埋就11,413億港元。咁咧嗱，用一個方法大家可以明白啲嘅，一間屋40,000係咪都幾靚啦？係咪40,000可以買到幾多間咧？28,653間，哇！幾多條街啊？即係可以買到幾多間屋咧？佢就係奉獻咁多嘅錢啊！即係個數目係我哋好難想象啊！即係你好，即係你都聽新聞有時聽到幾多億咁幾多億噶嘛？香港嗰啲用幾多錢做幾多億幾多億？但係呢度話11,413億港元喎，真係好大嘅數。咁當然喺當日嚟講咧，佢哋嘅價值同我哋今日係唔同嘅。但係無論如何，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細嘅數目，就係佢真係佢真心渴慕神，佢唔係口講嘅。佢係有行動嘅嗱，詩篇27篇好美麗嘅詩篇，其實咧大家翻去睇啦，係好美麗。嗱，我哋睇咗左邊、右邊又讀一齊讀啊！我求一生住在神殿，我要瞻仰神榮耀。然後咧，神是亮光和力量，我不懼怕人或軍兵，只求一生住在神殿，瞻仰神榮耀，求問神，神將我藏在隱密處。神高举我在磐石上，神叫我昂首高过仇敌，我寻求神的面，神不离弃我。对唔住，神不离弃我，神收留我。好啦，
咁呢度講到咧就係一生，我求一生住喺神嘅殿裏面，我要瞻仰神嘅榮耀，喺神嘅殿我睇佢嘅榮耀。然後咧，神係我嘅亮光，係我嘅力量，神係光照我生命，我生命一定有方向嘅。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覺得黑暗嘅，神一定有方向，一定有力俾我面對一切困難。我唔怕人或者軍兵，甚至有一日有士兵捉我哋，我哋都唔怕。只求一生住在神的殿，有神的同在是最好的。瞻仰神的荣耀和求问神，就是去看到神的荣耀，时时经历神的荣耀。每一次你祈祷经历到神的平安，你怎样？哈利路亚，多谢耶稣是神跟我一起，多谢天父神跟我一起，多谢天父他可以跟谁一起？ Lydia 一起，小女孩， Lydia 一起，即是我可以在神的殿中，我们经历到神的平安，就是神跟我一起了。神又将我藏在隐密处，在祂的保护里面，又将我高举，神又叫我昂首高过仇敌，所有的仇敌都不会胜过我的，神会叫我得胜，我听神的话就得。我不是要叻过人，我不是要比较，我不是 要夸胜，而是我向神，向魔鬼夸胜，我在神里面夸胜，我不是要叻过别人。神又叫我昂首高过仇敌，同埋咧，我寻求神嘅面，神嘅同在，神唔会离弃我嘅，神一定保留、保收留我嘅。嗱，我一齐再读啊！我求一生住在神殿，我要瞻仰神为荣。神是亮光和力量，我不惧怕人或君临。将佢入心啊！只求一生住在神，一路入心，瞻仰神嘅荣耀，求问神。神將我藏在隱密處，神高舉我在磐石上，神叫我昂首高過仇敵，我尋求神的面，神不離棄我，神收留我。就是說，我們一直都是尋求神的面。